几特别，几好啊吓！呢队球队叫咩名啊？吓吓，铲秃头队定咩啊？吓，差唔多，我哋主要游戏先，请等等。呢位生日啦！欣欣生日快乐啦！仲有边位啊 ？Peter Wong、杨海峰生日快乐！仲有边位啊？胡浩然生日快乐，仲有边位？刘伟健生日快乐啦！李静斌生日快乐，薛学成生日快乐啦！大家生日快乐啦！今日要继续打劫嗰个银行啊！唔系打劫银行咧，阻止劫案应该咁讲。我任务系阻止劫案，但系寻日咧就乱七八糟，唔知噏乜鬼嘢，咩挟持？啲挟持咧有一个又剥得还，一个又剥唔还，跟住挟持又唔知挟持去边，系咪挟持？行中间，你话咩？我行得太大步，嗰啲人就声称话，因为我行得太大步，咩个圈，咩个圆圈，即系哇，
即系 high 到人，人哋又会唔知咩事，唔可以掂到人定点样啊？乜鬼嘢？好叽哩咕噜，总之系唔清唔楚。由于佢唔清唔楚，以致无法顺利完成任务。升下嘢先，有一样咧，我想升嘅呢一个警察行贿，可以收买魔警对你的不法行为，警察将会闭上一只眼。啊，警察行贿即刻收买魔警先啦，唔使讲咁多。我呢个包即系包庇我，咁啊搞掂啊，恶名。用弗莱呢个名咧吓，挑动敌人心中嘅恐惧，暴徒不会在街上同你正面冲突，即系啲友唔会烦住你咯。好啊，即系意思系起堕，即系你话自己28座大王咁，如果你未起堕，啲人就会话人起堕，你起堕就话知你呢啲又可以整废人哋嗰啲咩嘅。跟住仲有一个咧，我啊俾我都想学嘅咩抢夺麦酒。你必须完成任务莱德怀纳特才可以解开这件事，因为那个升级之后会令钱快一点，就是这个要不要做这个，还是先去解决了个银行先？你们想说你们想做哪个啊？昨天那个未完，那就玩了昨天那个先啊。昨天那个打劫银行，人起躲你起躲，如果你没起躲，那些人戆居就不认识你，黐线啦，怎么会不认识？说真的，我已经冧了这么多帮派，啊，有什么可能什么要起躲是靠这样说，啊，我一起我躲了，你就怕我白痴的，我即是等于你自己整个什么绰号什么什么啊咩？我系炮子头，炮子头林冲点啊？我系炮子头吓到人系咩？佢曾经嘅咩禁军教头咁样做过啲嘢，咁你牛底就唔使佢，就算唔讲我系炮子头啊！咩啊？林冲即刻吓到赖屎，唔够胆同佢打。我呢条友冧过 N 条友啊，系嘛？咁呢个弗莱，即系佢话咩系攞钱收买啊！同大家讲啦，好呢笔钱啊，同大家黑社会讲啦，以后一听到人哋嗌我系弗莱，你就即刻扮惊，请老林定乜鬼，即刻喊惊，哇弗莱啊，哇哇哇，咁样黐线，有乜可能大佬？呢啲嘢要俾钱研发，即系升级一个技术叫起躲，咪低能吓、啊？如果系咁样，大王当初就唔使俾人。俾人话大镬，边个阿俊边度俊啊？睇过边度俊啊？啊死僆仔趴我浪头啊！系咪先？所以呢啲啊，即系情理上系有少少问题咯。你哋点睇啊？点解要起躲？冇可能。俾钱起躲，你会俾钱？有啲咩可以俾钱起到躲都唔知道，即系你话买个咩头，买嗰啲咩爵士嗰啲，嗰啲咩太平绅士嗰啲咁样，类似系咁啦。但系呢啲黑社会就肯定冇得买咯。你点样买呢啲？自己整个咩帮？咁你都系睇你搭唔搭马就巴闭英雄。就系、是、你搭马，咁咪自然就系啲人咬你底咯，通常都系咁。同埋寻日咧去做嗰个任务，嗰、那个打劫银行呢个任咧，嗰、那个人匿喺嗰个呢、這个差佬啊，匿喺嗰个中庭度嗰个多余，唔知咩意思啊？收爹啦！而家要睇啦，嗱，大家呢一次又要细阅读理解，一定要细心。听清楚，因为佢啲字幕可能有问题，我怀疑佢由于佢字幕有问题令误导我，细心留意啊！好快啊，啲字黐孖筋。点啊？噏乜鬼？你唔会中意我之后讲嘅嘢嘅？
啊，你整咗啦！我哋啊，艾柏林家族嘅最大好处就系心脏够强，嗱，两边只要打劫银行，哇，银行主管，哇，我要坐低唞啖气先，哇，冇时间啦，嗰班契弟已经入咗夹万噶啦。哇、哦！你点啊？运系喂，我唔理。咁当然啦。不过你要知，你要讲俾我听，点样先我运入去啊嘛？好啦，嗱，准备啦，各位。嘣嘣嘣嘣嘣，拱拱拱。我听书。呢个银行最大的目的咧，为咗保护英国嘅皇家储备，有一个用锁同锁匙嘅守卫嘅堡垒，只有银行经理咧可以自由出进出嘅。你喺入口嗰度揾到佢啦，佢可以自由入去啦。哔哩吧啦冇事。哦，系咯，隔篱咧有个猎鹰咁嘅人咧，会盯住金库大门。如果佢及到你，佢一定会将门封起嚟。咁即系一定要怼冧佢啦，咁先唔封门系嘛？警卫队队长嘅哥斯，佢同两边师好熟，我估佢一定同呢件事有关系。好，弗莱阁下，请谨慎行事啊！唯一可以入两边师罪名咧，就系人赃并获，千祈唔好怼冧佢啊！事情唔好搞大，呢度系英格兰嘅银行。弗莱阁。就是咁咯，就呢句咁样。如果你遇到咩困难，我会喺中庭。穿住我嘅伪装啊，根本冇伪，我系扮女人，根本完全冇伪，到识屎啊你，呃讲大话。两边屎就系嗰个乜鬼嘢，嗰个贼啦。但系好似啱啱喺，佢应该已经系去到嗰个夹万度啦。因为我哋去到嘅时候。如果佢仲喺出面咧，同人喺度嗲搭嗲，一早已经冧咗佢，都唔使搞咁多嘢啦。因为我哋要喺夹万度等佢，即系等佢入到夹万咧打劫，跟住先可以怼冧佢。所以出面就冇办法搞佢咁样啦。要人赃并获，要断正佢，所以你就不能一开头即刻怼冧佢啦。就系点解我哋一定要入金库个原因就系咁啊！大家明唔明？听完书啊，知道未？咁系咪首先，我觉得系咪一定要怼死个大杂佬啊？佢话一看到你就会生杂，即系佢鹰眼系嘛？你杀咗佢，你就横行无忌啊，系嘛？点啊？有啲人寻日话咩可以做晒所有？咩？而家要点做？啊？唔使啦，用秘密通道定点？总之系先挟持咗嗰个乜鬼嘢？有个打靶仔啊嘛，嗰个乜鬼嘢？银保安主任定乜鬼嘢？系嘛？有个。嗰个系内应嚟，因为有个系个贼嗰个内应。两边屎，总之是但一条路都得嘅。呢一个，寻日啲人就讲咩二楼解开独特嘅刺杀，你必须知道两边屎嘅弱点，咁啊要挟持佢。呢个就系内应。呢个系咧，呢个就系。杀死佢才能让金库保持开启，因为佢见到麻烦就会闩门。呢个系负责拉机关嗰个，呢个就系嗰银行经理啊嘛，可以自由出入，我可以挟持佢咁样。咁点啊？做边个先啊？一系揾咗内应先啊，系咪挟持佢？你话可以搏晕啊嘛啲人，但系我哋今次都唔睇定啲，唔好乱咁搏晕。Oh, fancy, fitting for two pennies too. 好，啊呢一个就系嗰个机关佬。睇下先，呢一度系可以俾人入嚟嘅。呢一个位置系嗰啲银行啲人可以攞嚟做，即系可能交易啊嗰啲咁样。但系而家就入咗管制区域啦。
呢个就系内应。Yeah， 非常好，好嘅开始系成功嘅一半，你知唔知啊？已经系迈向啊，我哋已经完成咗50%，所以本关已完成50%。呢啲有多事吓、啊，你唔好乱讲嘢啊！警告你啊，大佬，银行职员想安享万年就唔好叽叽吉吉啦！我劝你，好呢、這个内鬼。好，捉个内鬼啦！我有屋企人啦，佢喺夹万度啊，佢喺金库度啊。好，而家就可以用咩独特刺杀？而家要揾到秘密通道，咁系咪可以勒晕佢啦？而家吓吓，而家系咪可以勒晕佢啊？喂 ，over， 吓勒晕得未？得唔得噶？直接怼冧佢添啊！可以系系啊，我杀啊！啊，你玩完啦，抵死啊！做内应嘅后果啊！嗌乜鬼嘢啊？你哋全部有份杀！你哋喺呢个密不作声已经系。连坐法，根据秦朝的法例，跟住点啊？呢、這个秘密通道有啲人咧就话系咩二楼嘅，咁啊要唔要试咩挟持银行？哇，银行经理定咩？定系怼冧咗个咩守卫线，杀咗佢系咪佢永远冇办法开门？先慢慢玩。啊，因为试咗，寻日好似未试过杀呢个守卫。有啲人话系可以试晒咩呢啲方法，我唔肯定。哇！呢又好守卫极度森严，黐线，要谂啲计仔。其实呢啲友有时黐线，会企喺张凳唔知做咩，企喺张凳系咩意思啊？哦，呢、這个就系嗰个打靶仔，成日喺度揿机关，劲多人噶都。过嚟啊！哦，好聪明。Come on， 快，冇人多事了。吓得我以为佢几惊佢过嚟，好聪明，已经有两个好嘅开始，已经成功，已经系近乎100%，本任务已经完成咗近乎100%，好收埋呢个打靶仔，跟住点啊？挟系咪啊？挟持银行经理啊？要唔要试埋？你话咩？寻日就咩咩话咩个圈，我哋试下挟持啦，可唔可以喺啲正门度扭屁股挟天子以令诸侯？如果唔得噶，下铺啊直接去咩秘密通道啦。好啊，好嚟啦。杀咗佢，而家佢就冇得山大闸啦。嗰、那个我印象系咁。哇，死制包，多事啊你！好、哦，非常好啊！而家玩得超劲，已经完全制霸咗呢个银行咁滞。
发现有畜生。抵啊，唔使旨意报串，我话俾你听，用滚。知唔知边个系天下第一棍啊，傻佬？咁鬼劲呢啲友仔，我先冧一个打靶仔，畜生，左头左势，滥杀无辜非常好啊！呢啲人全部该杀。你的75% XP 强化物已过期，好贱，已经冇嗰啲货金嗰啲 Helix 点数已经冇咗。好吸血鬼，劲快舞。最尾我哋试埋咩劫天子二零猪油啦，大家劲猜，究竟有冇办法可以令到佢？我哋先劫持咗佢先啦，跟住先再定夺大家点做，好嘛？反正点，哇！边个打靶仔啊？过嚟啊！昨天这里有人咩？我都不记得。吔屎啊！入嚟啦，入嚟 happy 啊！我今日到经理啦，点都好，就算行唔行，用唔用呢条路都唔揼佢一身都唔得啦！啲打靶仔。点啊？呢度就系秘密通道，点会啊？啱啱地图显示都唔系呢边啊！我净系啲人话咩二楼，系啊！你睇下喺嗰度有个咩躲藏嗰个就系秘密通道，好似地底咁样。但系你哋话二楼，有啲人话。好。先劫持咯，准备劫天子二零诸侯啦，好紧张啊！呀，好过嚟先啊！带我私人游览啊，呢个金库啦。好，好啊，而家我哋开军机会议啊，各位。现在怎样？在二楼有写入口，鹰眼是看不到的。那现在要不要拱这条友进去？啊，现在有两个方法，一个就是挟持银行经理，应该就是走去即是中间 正面突入，一个就是独特的刺杀技巧，又找那个什么通道。点啊？你决定啊？又话咩啊？杀咗佢之后入二楼，系嘛？系啊，杀你啦！辣瓜你啊，契弟！系咪杀啊？唔漏灭口，呢条有不死之身。跟住咩二楼啊？二楼咩用鹰眼睇唔到嘅？跟住就要系咁喺度行，边度自己揾？呢度啊咩入口啊？点解银行会有咩秘密通道？二楼的秘密通道呢度啊，好，我谂到一个好的方法，谂到一个好的处理方法。咁如果你话二楼系有秘密通道嘅，咁你啱啱点解要杀嗰、那个佢嗰、那个保嗰、那个内应根本冇同我讲到话二楼有秘密通道嘅，就系讲话
我有老友乱冇杀我 ，bla bla bla。咁其实呢个你，如果你当时冇问冇捉嗰条友，系咪都可以照行呢条通道，定唔得嘅？嗰、那个逻辑喺边度咧？所以我一路就喺度讲紧呢样嘅，做人最紧要有逻辑性。呢啲人冇，好似我就系汤川教授话俾你听，食屎啦、啊！冇逻辑嘅人。我就系汤川教授，我又一路唔明点解冇佢一路都冇讲话二楼系咩，系嘛？啲无端白事点会有咩秘密通道乜鬼嘢？佢已经死咗，咁高达落嚟实瓜老衬啦，系嘛？香硬找到秘密通道，哇！呢啲啊钱啊偷几沓走啦，系嘛？呢啲系咩啊？呢啲系钱嚟系嘛？地契定乜鬼嘢系嘛？呢个傻仔有钱都唔识攞，蠢到加零嘅股票乜鬼嘢都有，入嚟空手而，蠢到加零人。好，又话呢啲唔系咩？咩唔系点叫秘密通道？喂，你挟持条友又系要讲出逼供，逼人哋讲出秘密。佢系你知唔知啊？佢系知道咗有一样嘢叫秘密通道啊！即系啱啱佢嗰个秘密通道嗰样嘢系你挟持咗嗰个内应之后，佢就会叮嘅咩使用秘密通道，即系佢知道，但系佢又冇同你讲啊！咩二楼有啊？佢又冇问啲唔问啲啊！低能仔呢、這个雅各智力有问题。佢话喂，佢话我佢已经用秘密通道入咗去啦，咁跟住就正常就 drink， 跟住使用秘密通道，咁但系你就要即刻再问个秘密通道喺边啊？佢就冇讲，就蠢啊加零一，而家仲要去咩躲藏系嘛，先有独特嘅刺杀技巧。哇，呢度好多契弟喎，啊！你唔好多事啊！我要用独特刺杀技啊！好惊，好惊俾契弟发现。好彩啫！好鬼多人喎、啊！好行高空，好聪明。好危险啊！哇，系唔想功亏一篑啊！嗱，见唔见到我讲咩躲藏？哇，呢度成堆人啊！哇，大镬！好危险啊！黐线！难玩到癫，高难度动作啊，大佬，冇发现我啊，求下你，想功亏一篑。